新址为新起点，迈上新征程。广州粤剧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粤剧传承保护、人才培养、体制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孵化更多彰显中国精神、时代气象、岭南风韵的钢鼎之作，推动粤剧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广州粤剧院建设成为广东振兴粤剧发展基地、全国戏曲交流中心和世界粤剧文化中心，让粤剧艺术在新的高度挺起广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脊梁，奋力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粤剧文成公主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出品，广州粤剧院创排演出，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中评的大型新编历史粤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到嚟观看演出，演出就快开始啦，请大家迅速就座。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各位光临，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尽快入座，谢谢。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oncert will start soon. Please get yourself seated. Thank you.
Thank you.
明枪堪一战，金科要夺状元，剪我平生冲少元，一朝过众侯，立时免白光辉盛世传。桂英。这个时候你仲唔回房休息？仲有一啲针头线尾。哦，你又为我缝制新衣裳？对，为你赶制新衣，来正好及时试试。好啊。梁体才衣呀、啊，一针一线见情牵，高艺多才堪赞羡，黄灰何幸，白京牙、啊。无限关怀，嘘寒问暖，一把烟再提，使我感激难算，却自愧。无能，未得报答恩那人，索呀情，一那天，王郎又有好诗句啦，快快念来我听听。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呀、啊、咦，这不是你王妃的诗，是古人的诗。哦，对对对对，是唐朝才子李太白的诗。嘿、hey, ，唔系李太白嘅诗，系古人孟郊嘅诗，题目叫《游子吟》。哎呀，娘子啊，你真系好记性啊！哦，你分明系喺度考我。哎
娘子娘子娘子，王罗，我要你吟自己嘅诗。你要我吟自己嘅诗？好，咁你为我铺字墨墨。你离风尘，枉为七尺大丈夫啊！入
爸，我心已决，明天即赴京都考取功名。明日赴京。对呀、啊。娘子，黯然销魂者未必而已，还有什么叮咛嘱咐，你就讲多几句啦。Ah!
妻情义重，物亲恩更亲。是啊，海神庙就在前面。想当年你我初次相遇，就是风雪为媒，海神为证，待我俩进了焚香点烛，祷告一番如何啊？来到答谢神人，听娘子主张。娘子，你睇碧海青天，正好紫水萌心啊。海神爷呀，当初我落魄寄居，多感你为天红事，黄某与桂英结发不分离，我若情爱又反复，死便剥去了人马皮。黄龙，你又何须发此重誓呢？一点重心，则诛天地啊！
独自呀、啊，从中啊。
系诶无空赴宴诶琼诶林中清啊想，好过温文儒雅壮啊元老。Thank you.
小人上前参见夫人。请起，贺喜夫人，状元公命小人前来报喜，今有书信一封，押出银300两，请夫人收下。信就清楚了。差哥初到洛阳，不若随我哋回去招呼就反，歇息歇息啊！不用了，我还有要事在身，告辞了。怎向琼楼玉如在？怎向琼楼玉如在？
Oh.
Oh!
亲。果然，果然，这
尽啊，水晶莲下。小姐对我十分恩爱，华年如水，不过又是深秋时节，回忆再来呀，与我妻桂英她。在那月下同音，前针低唱，如今都已成过去了。哎呀，二更啊，悬崖处，寒更频入耳，中天月啊，色转啊，迷夜里，愁无味，前事每沉思。辜负了烟花娘的女，一片情意，纵骨化形的笑，他难解怨屈气，冤枉路无道义，弃之我不得已。桂英，你应该谅解我难为之处啊，待明天我偷偷去请明僧来到你，早教方云及马中火焰前。对呀、啊，待下官明日瞒着旁人去礼佛斋僧，为那招事桂英多念几卷经文就是。you
殊影。若依人硬性又再意啊，心事仍要恨更迟，thank you.
贵。罗贵不必惊慌，贵应在前。你不是死咗噶啦咩？仆人对你望存死信，系想你安心乐意，在上府成龙百年。洛阳到汴京，条条千里路，你是孤身上路，定是结伴同行啊？为妻受尽人间冷眼，还有谁肯与我同行呢？我为见郎君，哪怕涉水登山，千辛万苦。既然远道而来，应该日间有征门而进。上父门卫森严，为妻若贸然而进，我恐又伤状元公体面啊。倒也知进退啊！我已派人送去家书银两，你可曾收到啊？银两已收，家书未见。吓、啊，家书未见？莫非张先他失落了不成？罗君不用焦躁，那张骞带来的不是家书，却是休书。对，是休书。那你可曾看过呢？也曾看过。既然看过，定知内容，你还来作甚？一来是向状元公道喜呀，别啦。二来问状元公身体何安？我身体几时都咁好。状元公，你既否当日冷到庙中，系我脱下重裘与君披上，将你相救回家。寒病，路路又到神前祷告，但得郎君安好，劳怨减寿十年。后来求得药方，为你医好病体。此时郎君可还记得？这王郎药方啊！旧事重提，令我肝肠寸断呐。灰夜抛，旧情爱，他把马担中，谁料桂英后离人无奈，他奔波千里来劝罪，这药方包内浓情。他千里而来，真情难得，拒不相应，于理不当啊！桂英，王郎，桂英，王郎，应不得，应不得啊！倘若看家之道，我全情。我冇病，就算有病都有人侍候。原来状元公侍奉有人，真系可喜可贺。六六今日都想见见那好福好命嘅状元夫人。且慢，不
别啊，你还是回去入吧。回去，我赵桂英还能回哪里？人说事如春梦了无痕啊，我却身似秋云无着处。郎啊，记得四月初春，雪来系春为放火，那时路郎又到海神庙祷告，我话海神爷。想我那试卷文章得心应手，又岂靠神恩啊？纵不靠神恩，也需凭人力噶。人力，过去之事，你又再重提。如此说，西兰
福合。你百两黄金，你回去重将宴次，再着歌衫去吧。事到如今，你还要我再度风尘，重轮苦海，你到底仲有冇良心啊？你哎呀，好啦好啦好啦，算我王夫会今生负情，来世再续情缘。你若不信，皇天在上，我可以当。我被你害了今生，还能顺住来世？我呸！
快
前广州越剧院的艺术总监，我们的院长，还有就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越剧表演艺术家欧凯明老师。Thank you.